下午3:50了，然后现在去球场。大象哦。哦，终点站在这边，终点站在这边。今天已经12次了。今天12次。要飞了，飞了！飞了！不会出去，蜂鸟冲过来以后飞出去啊，从底下飞出去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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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飞了，他站飞了，他站飞了，我飞了，我来来来 ，Kitty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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哦 ，Kitty，Kitty， 哎 ，Kitty， 对 ，Kitty， 小心，我先攻，开始录像，在你这边，在这边交配，在录那边，哦哦，你全国只加录一张呀，弄两个，好，结束了哈，可以回家了，准真话。赞赞，我是拿好利的。我跟你讲，再见。再见飞了，飞了，飞了！没有母鸟，没有蹲下。母鸟没有蹲下啦。然后公羊要飞回去啊，开始录像。哎，刚才那次母鸟没有蹲下，公羊又飞回来。母鸟要飞了，公鸟拜拜。哎，母鸟飞回巢穴嘞，来准备回家了。该最后很奇怪是母鸟，哎，我不用转了，母鸟飞回巢穴，然后公鸟飞出，公鸟从旁边的地，公鸟站在旁边，然后飞出来又飞回巢穴，然后两个人在里面不晓得在商量什么。最后有一只飞出来，但已经太暗了，我也分不清楚是谁了。今天的情况很特殊，母鸟、公鸟一直叫，
母鸟不蹲下。